六号，你的啦，对，没错。零一零二六，买款伊迄有几钱个无？伊啊，伊卖了伊就歹卖啊。人啊歹到零啊。你有一张讲，恁是个海啊，啊顶方塑胶个啊，塑胶塑胶，坐顶悬扛个。伊讲，哦，我无像别人啊，佮用塑胶个，佮下骹就空个。哈哈哈！我来讲，你有一张个。我来讲嘛，大家不要搞混了哦。哎，小许的切阿妹西，小许切顶骨，以前聊天是看我靠，我靠死人。人家看知影，去边仔按着。伊敢若伊知影啦，别人唔知啦。迄阵我甲另外迄个对手同个同遐写一阵啊，我过迄阵啊。啊，甲伊关系做歹一阵啊，伊过来后呛讲，你卖标题拢讲恁都俗个，啊，我就讲，迄阵都袂爽个哦。啊，恁老师，我连介绍一个消息袂写写。哈哈哈！无标题要啥啊？你有鬼啊你哦！哈哈哈！哦，你个鱼面我不知道我在那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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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卡会很重啊！喂，你卡刚说多卡？无啦，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是？嘿，人家我诶，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我就4000块吧，我就没了。好，没关系。他早。我不敢带太多，我怕全部都花完了。没事，然后你跟我讲，我借你。我回难得回娘家了，我是为了要买鱼才回来的。好，你啊你啊，你买，啊你等你爸你母啊都无感情，你不养我真难。我爸爸已经接到我那边去住了。哦，哎哎，管不管管不管，你不要管。这个八个木头，这个好。马来西亚一号早，瑞道早，汤龙早，去检查姑，这个伯爵早，东齐早，那个面具是韩国语的面具，是信宏买的。哎哎，好啦。你那几件好几万，万几内啦？你讲。我来，我的镜头是广角镜。广角的，广角的。广角镜，广角镜。我来不夹你啊！笑了一下。再笑。因为我看你直播看很久。他那里搞惊喜啊！哦，那就真。广角的，我来不夹你啊！看太久。啊？广角的，我来不夹你啊！我广角是上贵的，拜托的。我这广角上贵的，拜托的。你这个肉是不是很多？不会啦，不会。你太你不太讲，你不讲切啊？这个好像感觉比较好吃，因为它很白。很白哦，啊，它的肤色都比较蛮好的。那那个虾仁五百。好。你看你，你看你，你要帮我算。你看你，你看你，你瞧不起他哦，你看你。
你歧视他哦？我没有歧视他，我没见过他。以前谁都在凹你啊？你还抓进来做研究，没有人怕我。我靠，我就玩鬼。五百哦。好啦，你我抓进来，稍微。那是鲑鱼嘛？鲑鱼哦，那你条都没看到，条都给你。我不要太多，我放不下。三千五百。三千五好，那我要三千。回来，你敢跑我？好好听话，还有伊，伊啊光下班了，即个去交流了嘛？我八百地啊，都是几百地。对啊。哈哈哈！咱不叫主意，我靠！然后那个，真的高啊！咦，这个不是布拉鱼吗？这个一包，啊没有布拉。再一个就不听。我听说这个挺有个高诶，这个适合拿来煎蛋吧？煎蛋要用不了啦，用不了。水源你找，立泉找，新加坡六找，昆明找，煎蛋很好咯。我看一下，我挑一下。OK。翡翠，翡翠很牛，来。我没有在吃早餐，桌上有什么看不清楚？等一下，我先侧面，等一下到正面。黄金两张，温城张，新加坡六张，多一个新人，好像是哎，不是，那应该是来帮忙的。瑞杰张，雅慧张。你要看桌面的话，我把镜头放大。今天怎么那么少，那么多人？好，来做面好了。今天怎么那么少这么多人？开始。来，上面。哎，不好意思。那得我换一部电视机啊！我一个黑呀，我一个黑，刚刚可以啊，刚可以啊。这在哪那边？在哪呀？这边我打了。刚可以啊，这边呢，这个这边呢。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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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倒，你这个倒，你破你啊！你啊，你老师搞老师不个没完哦！你讲唔对啊！我今天老师讲你啊，咁无讲啊！哎、欸，对啊，真正开，真正开完就走啊。啊，就有啊，礼拜六那个，叫那个看嘛，死啊，分平方啊，再来。我礼拜一平，礼拜三分平方啊，我做一下平方机，边看看啊。我不来啊，我就是，我出门啊，我唔知啊。定要考，你冇，你冇冇看啊？所以你起码冇衰意啊。冇衰意啊，回来啊，开你铺个开头啊。不过用的这礼拜我一头头就是讲我会用，变了对啊，无用钱，无用钱，用钱都无啊。哈哈哈。我包扎，真心妈咪扎。有个呀，我来啦呀。夹筋。好，这二十年，是吧？这二十年，我多年啊。这是什么鱼啊？这秋刀啊。秋刀啊。看一下，今天跟你们讲一下，今天有泰国虾、江鱼、石梗。这袂歹啊。叉烤虾。人海真大个螃蟹啦，我们做得起。鱼目鱼肚、秋刀啊。都大码头。你不会做做面做面，你看一下。真准真。看一下这，有没有歪歪的、啊？好像有点歪歪的，下去一点点，这样比较没有歪。海瓜子，我问一下，海龟记录啊？有，今天有海瓜子。头上戴的是韩国语的面具。我就不想去了。
慕名而来的，四也卖十二五百，每摆也卖十二五百，四也卖十二五百。新兴茶、秀兰茶，物件无共款着啊。我又在讲，物件无共款，看看这边又在无共款。贵地五百啦。听社会依赖的，社会依赖哦。够骗，社会依赖只无停停，另外你要停在度，你会依赖着，依赖着，啊。现在无去。啊，坐车来，你坐飞机来。坐飞机一只开车来，坐车来，坐飞机来。我中间无停电啊。你如果传那个，你要跟他说我要一个。我看不懂哦。你厉害我了。看不懂在写什么。有一题你每次都这样子，我看不懂。你每次都。你每次写的我都看不懂。好金，你刚才来的吗？玉锦泽。
我记得等下唔知影，都经过有人帮你卖。你怎会挂的？袂挂的啊？你袂挂的啊？喂啊！金钟罩。金条啊！上简单就。条纹罩、昆明罩。金罩就做只啊。亚兰罩。你廿三尾啊？我真正袂看你有啊！我只买，哎，只买，只买，只买廿五，你明白了啊？看你敢无的，哈哈哈哈哈！你敢无真明白了？我廿三尾。